喂，慧慧，我的乖女儿，哎，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，接到了吗？哦，好好好，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，我在这儿占个座啊。好好好，见面再说。哎呦妈呀，你吓死我了。你还吓死我了呢。那个先生你好，请问几位啊？好几位。就现在就我一位，我是来占座的。啊，有预定吗？不预定不让进呐。让进，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？您坐这儿行吗？行行。好，哎呀，谢谢啊。啊。啊。看不懂。姑娘，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？有啊。太好了，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。待会儿上啊。好嘞，那您先坐一会儿啊。开模。开模。啥叫开模？姑娘。哎。除了咖啡还有啥？有干果，58一盘。58，多大盘啊？就这么大。盘太大了吧？58也太贵了吧？哎，先生，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，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，48。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下次。买半盘卖不卖？卖呀。多少？38。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？58一盘，半盘是29。你半盘要是38，一盘就是76。大哥，您是会计吧？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这都是老板定的价，您要不？不要。哎呀，先生，您的咖啡好了，请慢用。这干啥呀？这不你刚才点的吗？我啥时候点了？我刚才问你开模，你说开模。开模，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。哎呀，差点绊我个跟头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放这儿吧。多少钱呢？420。多少钱？420。怎么这么贵呀？这是最贵的咖啡了，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。哎，先放这儿，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。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？我自己有。给我加点水。先生，我们这是咖啡馆。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给加点水呗。水还要钱呢？水不要钱。要不要加点柠檬？要不要钱儿？免费的。加。多加点啊。姑娘。啊。别那么抠，快点加。多加点，你看你。真是不够意思。先生。你是加了个盖儿啊。哎，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女儿喜欢柠檬，我给她留着。哦，先生，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，那你也不能拿走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勤俭持家是吧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，该省的是省，我看你也没花呀。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，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，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父母对孩子咋了？你不想我爸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孩子孩子别这样，
明白了吧？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，知道了不？嗯。所以说，你理解哦。嗯。大哥，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，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。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。你一定会幸福的。